的，就是让大家也一起就是参与这个讨论。那所以就是中间任何时候就是想要发问或者是有任何问题的话，就麻烦举手发问，或者是这个三位讲者有什么想要交叉问彼此的事情，也就直接按钮这个说话就可以。那我们就把时间开放给大家，看有没有人想要问问题。谢谢。那个我，大这么安静的话，我就先来丢一个问题。这样，我们比较关心就是那个刚刚那个例子有提到，就是字典这个开放的问题，然后做字典的人或是在教学的人，常常会有一个担心，就是我做的东西是要教育用的，你不能内容不能乱弄。所以我们在蒙点的各种开发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既有的资料。产生各种不同变化，你现有的字形啊，或者是字义、字形，各种资讯都是内容不改。那好像刚刚也提到说，这是一个坚持，就是内容就是没有办法变。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再想看看，因为这个内容不变，会变成蒙点的发展会像一个小型的康熙字典。你看那个内容就知道，他举的例子是都不是怎样，他的内容非常精彩，但是不一定是适合每个阶段的学习者。好，那加上我记得这16万多词条，其实有很我是没有真的去算过，就是说到底是常用不是常用，就是在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语汇里面，大概是有哪一些？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是不是大家可以思考问题？就是说内容上，我们想一想，就是我常常在讲说那个蒙点刚刚那个 logo，那个就是那个少女配的这么一个历史悠久的字典，好像有一点怪怪的。其实她是应该是一位妇人，或者 抱歉，没有任何意思。我意思说，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么可爱的图案留一点小萌点或者什么，就是让它的可不可以衍生一个比较现代的版本？就是说当我们有资料可以加进去，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看，说我们。也可以，可以转吗？我刚好对，哦，那可能还小，好，到那边好，也许耽误大家点时间，我给大家看一下。你先回答一下，对。我趁这个时间就是呼应一下哈，因为那个国语五部国语词典，它有各有各的功能。那蒙点用的当然是最大的那一个重编国语词典修订本。那重编国语词典修订本，它本身是一部历史词典，也就是说，在他们搜集到的所有的词典当中所收的词、字词，包括各种写法，其实都会收录进去。那另外一个比较符合那个可爱的那个小女孩的那个词典，可能会是那个国语词典的简编本。那20年后的妇人，她可能会是国语词典简编本。那简编本，它就是我们会比较推荐给小学生跟中学生来使用啦。那所以其实，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观念呢，我看到我们同仁很努力的在推广这个观念，但是不只是一般民众哦，即便是中小学的老师都搞不清楚这件事情，然后常常来跟我们说，你们那国语词典为什么有错字啊？为什么两个字都收啊？那事实上就是以前的字典真的两个字都收，我们就只好都收了。哎，已经好了，我等一下再讲。没关系，继续吧。好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内容不变这件事情啊，其实跟我刚刚讲的政府的保护心态的之外，哈，有另外一点是，我觉得啦，在政府的思维里面，很难想象有 G0V 这样的一个这么正向，然后能量这么的丰沛，然后又这么厉害的团体出现。那我们过去政府会遇到的是什么？其实很多都是一些阿萨布鲁的人，然后他们可能会把，这个很好笑吗？对不起，就是说，我们就他们会把一些政府的东西，然后拿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然后就跟你说这个，就是那个东西真的是，政府会看到的，往往都是比较负面的。那政府在意的，也往往都是去防那一个底线，就是防弊。防弊绝对会大于心力，这是我个人对政府运作的了解。所以说，
在现在就是说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这么正向的能量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政府必须要去面对这件事情。就是你真的做得比人家差啊，那你干嘛不把东西给别人做啊？那可是我后来又想想，政府你有这么多钱，你为什么自己做不出好东西，然后还要人家民间来帮你做这么好的东西？这什么道理啊？那我要顺便呼应老师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您跟那个袁明慧在那个讨论过程当中，其实这一点我一直觉得很那个，就是政府单位其实真的很有钱，我们真的很有钱，然后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大的权力可以去做，只要执政者，只要权力者他愿意，他在意这件事情，我们有很多的钱跟很多的力气资源去做很多就是需要大量的蚂蚁来做的事情，然后这一些蚂蚁所累积出来的功其实就应该要让更多的人去做更多的价值应用。但是这个中间我们要怎么去 push 政府做这些事，我们要怎么 push 研究单位做这些事情，这个是我个人真的不知道可以怎么办，然后也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不好意思，我就补充到这。对， 我就很快接着我刚刚那个想法，就是我们在做的东西很像 dictionary， 但是我们有一些就是词汇语义上的考量，但这个资料因为都是开放的，所以它合并起来会可能会产生一些有趣的教学应用或是语言上的研究。比方说像我蒙点，我想我们就不大家都很熟悉啊，但是我刚刚提的意思是说，一个字典设计它，比方说释义，它的来源跟它的这个像是词类啊，甚至有词类。比方说，但是像我们做。好，我先讲一个比较夸张一点的例子，就是像假设下这个打，好，你看我们这光光一个打的分析，在我们语言学家的观点，有超过100多个词义。那每比方你可以点进去看看，就是这个到底是有哪些词义，怎么会搞成那么复杂？你就看这个也是我们的释义，好，那也包括这个更复杂一点词类，还有这个例句，它这个意思下它怎么被使用的？那这个资料我们都公开，那问题现在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比较细致的对释义，就是不同意思的看法啊。比方说我再回到另外一点，为什么打这里有四个？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不同的词形，也就是说比方说一打铅笔的打，你不应该跟那些打架打人的打把它当成是一个同一个词形下的不同的意思，它可能是为什么它只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或是语音的偶然使得这两个东西 share 一个 form，好，这是语言学的看法等等。那我意思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想要把这个资料去开放去，然后去 merge 到别的资料形式，比方说对于一个打它到底有哪些讯息，它可以有一个精简版的释义，或者一个比较现代但是冗长一点或者是比较 fine grained 的一点一个释义的版本。那我们还其实还有资料，那个关系资料，比方说打跟什么是处置那个上下位的关系或者是反义关系，我们有这样的资料，这是教育部这个字典里面没有的，或甚至那个近义关系也是。那现在就问题就来，就我们很想要让大家能够去使用，去扩增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字典铺，但是我的问题就在这，就是说那我们可以去在内容上，比方说其实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那么困难，因为你可以这个版本的问题，你可以说这个就是原初的版本，想要相信教育部的就去用那个版本，那我们做的可能是一个 merge 在一起的东西等等，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可以使得这个像我们做这个中文词汇网可以去跟那个蒙点做某个程度的搭配，去使它更强大一点，我相信它的产生的那个应用跟效能是很大的。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提出一点想法。對， 我简单回应一下哦，因为这个我觉得其实要问著作权法的专家。老实说我觉得部里面除去那一些长官的想法，在我们处理这些字词典的同仁的想法，其实我会觉得大家都会很赞成这样的利用。但是到底什么叫做改作，我觉得当时原就是定著作权法这些人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个改作这件事情会拿来做这样的讨论。所以其实反而不是，我觉得重要其实反而不是教育部怎么想。而是我们能不能够在法条上面有这样的空间。那又回到我刚刚讲，其实即便这样真的有改作的问题，老实说啦，教育部根本不敢怎么样。我
充两件事情，一个是说其实我们本来有抓简编本的资料，那但是因为其实当初做简编本，简编本也已经有一段历史了，然后后来就是 update 的并不是很频繁，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只有五分之一个人在维护。对，那但是那因为就是重编简编的召集人李显老师跟就是本来的团队，后来他们去编了就是两岸常用词典，那然后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就是说那个词典他们更快的 update， 然后也都是常用词，所以就会变成跟简编是互相，我们甚至可以说互相竞争的一个情况。那因为简编的就是授权一直没有很确定，然后就是我们还是只能合理使用，那就是两岸词典那边他们是直接说那我们 CC 授权，所以我们就用了两岸词典。那用两岸词典之后，因为跟简编重叠的实在太多了，所以简编最后就没有放上萌点。那当然也是因为插槽已经满了，所以如果再放个两部词典来，那个选单就塞不下了。那但是现在就是布丁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我相信之后可以把简编再放回来，就是在那个指日可待的授权解决之后。所以这是简编的部分，这样子。有任何朋友想要就是提其他方面的问题吗？或想法？喂，你好。那个刚刚那位那个老师有讲到计算语言学对于这些词典编撰方面的帮助嘛，对不对？那我也认同政府真的很有钱，因为我知道那个教育部还是哪个单位的编的那个词典呢、啊，平均一个字花了好几万块，那一个字花好几万块，有一万十几万个字就知道总共花了多少钱编这部字典。那其实这个节省经费可以再从那个从计算语言学去节省经费，比如说原本我要请100个人做的事情，那我一台电脑然后一个 programmer 就可以搞定，一小时内可以搞定，那为什么要请100个人，然后每个人花好几个小时？那时间上当然和成本都可以节省很多，但是问题是那个当把这种新的技术导入到政府的时候，很多人会失业。就是原本他们可以用拿很大的计划去做一件看起来很棒的事情，但是变成说那个原本是100个人要做的事情变成一个人要做的时候，可能现有的那些员工他们会排斥这样的做法。然后譬如说那个以我目前认识的人，有在那个跑到一个政府的单位，然后那个政府单位原本都是那种就是请专家花大笔钱去做事情，然后他进去是希望帮助那个加速这样的过程，变成用电脑去处理很多事情，但是进去以后变成有一种受排挤的感觉，就是他们不希望你帮他做任何事情，因为他喜欢用 old style 的方式来做事情，然后让尽管速度很慢，他可能要花两年完成你一天完成事情，但是他就是不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改变。我做一点回应、首先不要叫我老师、那个这个场合我觉得听老师很刺耳，我那个同学都叫我阿伯，以前还叫年轻的阿伯，现在连年轻都不讲。那第二个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刚刚这个先生提的很好，就是说计算语言学的确可以在这个资料文本资料处理上很大帮忙，但是我想有一点、也是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大家不要怕，就是也可以让这个公部门人员觉得很不要太怕计算技术，是在于说词典这样的东西是一个我们确实是一个文化工作了。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可以写，我们现在在做研究就是这样，希望把那个词汇的年纪猜出来，就是这个词大概是属于、哪一代的人在用，我们可以用这个技术去把现有的词去做排序，然后你要学的时候，就是我可以说有一些词比较老的，你可以先，除非你想要很有学问，好，你不用一开始碰那么难的或者那么年纪那么大一点的字。好，那问题是计算的东西，我们如果做计算员就知道，都涉及一定有评估的问题，你不会百分之百的正确，你也不知道，你一定要有特别这样的工作要人去看。其实人的工作反而去转换成去看这个机器跑出来的东西，反而会变得更有意义。它不是一个一个要去做苦工，而是要用它的知识跟经验去帮助、去修改、去判断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其实是不一定会造成失业啊或什么，反而让人进化一点。我们人去做一个人该做的事情，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哇，
开始我补充一下，那个一个字几万块，我真不知道哪里来的耶。因为我们就是以前国语会的时候都还蛮穷的。那我觉得唯一有可能接近这个数字的，可能是一体字典嘛，因为它牵涉到文献的研究，然后图档的裁切等等，它的每一个字所涵盖的资料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大。不过那不重要啦，就是重要的是说，其实在词典这边的问题，绝对不是说我们不愿意用新的技术，而是其实。我觉得是整个大环境对于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的重视。我觉得我们国家没有语文政策，就是在没有语文政策的情况之下，然后就算连教学现场的老师对于语言文字的概念都很有问题的情况之下，其实很多事情其实真的很难做。那我另外也想要呼应那个语料库的事情，因为我刚刚这边正好有笔记想要提出来哦。就其实今天大家都会在谈就是比如说以华语来说，已经有很多很丰富的语料库，可是在闽南语这边呢，就语料库这个概念我也知道，然后什么什么东西我也晓得，可是很现实的情况就是闽南语这边真的很缺少，很缺少，很缺乏这一些东西。那过去我们也曾经整理过，就是有专案整理过文献要做字词评等等，但是闽南语的文献它的怎么说呢，就是它很不平衡，因为它的一些有文字文献的性质都不是那么的日常。那现在的话，此刻当下会使用文字去进行流通的文本范围也比较狭窄，而在口语的语料库上面的发展又觉得十分的有限。那我也一直很期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就是哪一个研究单位突然很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赶快把整个闽南语词典规划旁起，然后让你们把它都做得更好。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目前教育部现在的状况，它真的没有办法让闽客词典能够有什么很好的突破。我想开另外一个视窗啊，就是我们刚才讲词典都是文本的东西，那有没有在讲语音辨识呢？我觉得刚刚所提到的闽南语的文本比较少，可是语言很多啊，我想很多政治语言甚至都是刻意用闽南语在讲话的，那搞不好立法院很多都是用闽南语在咨询的，那没有这种辨识的能力，你当然就不会有资料，不要说闽南语连国语都没有，连我们的北京话都没有，所以我不知道盲点在这边能不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比如说提供正确的或者是具有一定容错能力的发音的一个范围，然后让一些 programmer 去做音频上的分析，甚至是前后文的分析，得到真正的它的意思是什么，这样的话你都可以快速累积文本。我想 Siri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可是这是外国的东西啊，我们有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东西？哎，这个我要自我揭露一下，因为我是 Siri Team 的。对，但是确实讲的是没有错，就是说我想中研院这边其实有非常多自然语言相关的研究，而且包含其实最早的中文语音辨识，好像金声一号还是什么之类，就是很久以前就是在资讯所这边去做出来的。那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就是说每一次说要做技术转移或者是要做什么的时候，他常常是卡在特定厂商，他觉得说我这样子用也许可以赚得到钱，像输入法啦，那但是别的用法的话可能没有办法，那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欠缺那个开发的意愿。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 corpus 在学术单位做出来的时候，是不是第一时间不要去想到说我们怎么样去做技术转移，或者在想的时候也同时去想说，那我们给乡民来一起做的话，是不是有可能认识更多我们本来不太熟的厂商，我觉得这个 是要 去考虑的事情。那这个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这样我知道那个有些GIS 业界有用过一些针对他们有一种针对全世界的语言做一个拼音的一些符号，举个例吧，像 SEMPA 这样的东西，那
它每个语言都有不同自己的一些 sample， 有些符号告诉你说这个字在这个语言里面该念成什么样的音。哦，它同样一个比如说 A 这个字母在A 这个符号在西班牙语跟在泰语可能念法不太一样，或在日语里面念法不太一样。那我意思是说台湾有没有定义这样子的通用的拼音？我们不再是使用，因为像汉语拼音或也好，或者是这个罗马拼音也好，其实我觉得不够资讯，不够数位化。如果能够有数位化的方法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我想乡民也好，或者是研究单位也好，甚至是产业也好，就可以应用这样的东西去开发出应用，那就可以做出更多的产品出来，甚至就是可以帮忙我们现在所想要讲的这个 study。我补充一下，就是那个现在远在国外，我刚刚说会附身到我身上的那个阿姐，那个就是他有在 G0V 之前有提过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就是在立法院，就是国会的那个网站，我们其实有全部的质询的跟那个简报的音频资料，然后因为立院嘛，所以有逐字稿，而且那个逐字稿是当到就是几分几秒，所以我们其实知道他们哪一秒钟是在讲哪一个字，然后以及他的 speaker profile，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他的 acoustic model， 他的那个讲话的那个人是谁，然后建立他的模型。所以那阿杰是非常有兴趣说从这个去建立你刚刚讲的那个可能用 IPA 或者用什么比较 neutral 的那个拼音方式去反过头来说，那你在质询的时候他正在讲台语吗？他正在讲国语吗？然后怎么样去把它对应过去？那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值得做。然后他们之后好像会有一个 crowdfunding 还是 crowdsourcing 的计划，就是做这件事，所以如果大家在 Flying V 还是在哪里看到的话，就麻烦这个支持一下，谢谢。那如果大家这个没有提问的话，我自己想要问这个 speaker 们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当然学界有这个学界现在正在能够 open 出来的那些部分，那但是政府这边其实刚刚 Liz 提到的其实是比较是 motivation 的问题，就是说，从公务员的角度来看，如果碰到的都是刚刚那个技术词汇叫什么阿沙布鲁，对。的外面的人的经验的话，我想那个感觉会是就是越来越我可能越少做事越好，然后越做越可能错嘛，所以就其实尽可能不要犯错。那就是说我不知道说就是各位听众或者是其他的讲者有没有类似的，就是比较能够激励公务人员去等于跨出他的 comfortable zone， 就是跨出他的舒适圈，然后尽可能的觉得是说。像蔡政委他提出来的意见就是说，那如果公务员来 G0V 的时候，他就算是下班时间，所以他可以用个人身份来提他事实上在公务体系里面在想的案子，就比较不怕出错。那我不知道说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法，是说我们可以去用类似的这样子的方式去鼓励公务员去试出他们手上正在做的，甚至只是 idea 也好，这样子，想听听大家的想法。Hello， 我太太是老师，所以其实是某种公务员呀。Yeah， 然后我是觉得，想不想做跟是不是公务员，其实就是是不是因为是个公务人员而不想做事情，我想一定不是这样，而是说有些人可能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做，或是没有时间做，或是他就觉得他人生有其他的目标嘛，当然你不可能要求每个上班族下班的时候就忽然怒气爆发，隔天早上上班前忽然做出个什么东西这样，对啊。那但是我是觉得，如果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式，是说可以鼓励他们，因为多做什么事情是会有reward的。对，我想其实因为我太太在教书，然后
我觉得教育体系的履握其实还蛮清楚的，就是考级的方式嘛，还有学生的反应其实都很清楚。然后现在很多老师不想要教学生，因为学生讲的什么都没有反应啊。但是我想我太太教的都还不错，所以还蛮有趣的。对，那然后所以他就更有意愿要教书，然后就会一直在加班，对吧、啊？就是一直自己加班，然后再准备教材什么的。对，我觉得那其实就是履握嘛。那但是比方说像我们除了写信到教育部信箱说那个一个人可以当五个人用，好厉害之外，是有什么样的形式的履握是我们可以提供建议或参考？我觉得像刚刚讲，就是像说，就是蔡立伟讲说，就是让他们可以来这边，不用担心影响到那个企业形象，影响到教育部的企业形象是一件事情，这样。但是事实上，那我干嘛要帮教育部做好企业形象呢？这样，就我比较想把东西全部丢出去啊，这样。那是不是有些方法让大家觉得说，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整个会让整件事情变更好，这样，对，倒不是公务员吧？我想。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历程，我觉得我已经算是，虽然我不是公务员了，但是我已经算是那个体制我已经算是那个体制里面很愿意就是多做一点什么，相较于其他同事来说，我觉得我已经想要尽量多做点什么。但是那一个事件啊，我觉得它真的严重的打击到我了。我就是真的从那个事件开始，我深深的体会到为什么公务员会想要少做，因为那个历程啊，就是其实也不是说，就是你明明觉得你在做一件对于国家有帮助的事情，但是你就会受很多很多的气，然后那个怒气又没有办法转换成什么专案，你就只能够一直不断的听每一个单位的长官，然后就是训你，觉得你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莫名其妙，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对，那我觉得他可能，对，他其实确实是公务员的问题，也不是公务员的问题。是公务员的问题是说，你在那个环境之下，你在面对那些层层的长官，他们实在太容易磨损你的意志力了。那不是公务员的问题是，如果你真的对这个议题非常非常的有心，或是有兴趣，或是有想法，你还是可以一路的就是打怪打到最后。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虽然前面有那个很荒谬的故事，但是我们最后还是打怪打到 CC 室出了。对，是。那至于就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真的对公务员有一所回应，其实这个老实说，这是我今天最大的疑问。因为对我个人来讲，我只要你跟我说啊你好棒棒，我就很开心了。棒谢谢。对，但是我不知道哎，我觉得其实现场的朋友谁就是可能对于公务员的，尤其是可能45岁50岁以上的公务员，然后在那样的环境底下，你要怎么去真的让自己能够转变心态，然后真的做一点有价值的事情，这其实是我也很想知道的。我想如果要拉到40、50、60岁的话，我想台湾创业好像是同样的问题嘛。好，首先我不知道，不是很确定我是不是公务员，因为我没有上下班时间，我们的工作时间是从早到晚，睡觉也在工作。那第二，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我会觉得，当然是说从大的策略来讲，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如果能够去让所谓的公务人员觉得我们在减少公务人员的负担，减少他的工作，同时增加社会的就业或增加社会的商业潜力的时候，这件事情政府可能就会觉得还蛮有意义的。那我觉得现在一直政府在做的事情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就我所看到的。好，所以那回到，其实我觉得这个发展，我个人觉得就像我们在谈的字典啊，或者真的很可惜听到1/5的人在做这么重要的事情，字典或语料库这么重要的语言样本，我一直觉得这是国家的基础建设。就像水电，我举个例子，像我们学，今天这个也会录影，好像学，
就是说这样好了，就是说常常我们学界常常，比方说你要做什么研究，那你就要去申请经费，要做一个我们讲说 ad hoc 的 corpus， 就是我为了一个这样的计划，我做了一个语料库，然后这语料库之后可能基于很多原因没有释出，那研究主要就丢出去了，所以这个研究很多状况都没有办法重置，资源没有办法累积，但是钱就花下去了。那我真的觉得这件很可惜，就是这件事情如果它就像是一个水电，就是说要用的时候再去用，就是就像我们现在用水用电，然后我们平常不用的时候可以节约，可以推展一种比较永续性的经营，环保性的这个语言资源的开发，这时候国家角色就蛮重要的，而不是说就这样一笔钱然后就撒下去，然后最后该很重要的事情却只有很少的人力能够去维持。我是觉得这一点 我觉得蛮可惜，但是也希望能够去长期去往这个方向去推动的，这是我的个人看法。老师要不要把明宇点接走？这个作为一个那种民间阿伯的身份，我很乐意在所谓下班，虽然不知道哪时候下班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在所谓这个社会付钱给我们做的事情，或者学校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恐怕都在发表更多的 paper， 更多的这种有像有点越讲越那个有点数的东西，不一定是可能要卖干卖到不知道什么程度才有可能，对，所以很乐意，但是会努力啊。因为时间的关系，那就是说，其实我知道听众里面有很多像这边好像有一位年轻的阿伯，就是也有做那个就是兴旺爱，就是也是闽南语，然后是往英文的一个词典，所以其实我想民间还是有很多人一直长期的在做这些事情。那我想我们 unconference 就是明天的时候也真的可以来讨论一下，说怎么样把这些各种不同的五分之一的人力能够结合一下，然后省一些彼此的时间。那但是我想就是做 conference 绝对不能耽误大家吃午餐，所以说就请大家掌声，就是再次谢谢各位讲者，这样子，谢谢大家。